电子竞技已经年七月，荣耀将首次 P 荣耀游戏完成正式的。想要夺得荣耀的号的，不仅仅是个，重要的是魂。杨队长，决定归转会有什么考虑？黄蜂在国内间的俱乐部，我想回来拿下荣耀的第一。哇、哦，这个人可真厉害啊，在国外的星际争夺到了冠军，电竞明星选手呀、哎。嗯，喂，叶秋，电竞明星选手。吃的，哎，刚打大木龟岩爆出来的拳套，还要吗？哎，给我，给我。这么难得的装备，我拆了好研究。宋江，你为了研究自制武器，自己拆的都快裸奔了。荣耀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不就是自制武器？都说自制武器不一定是最强的。那你给我做的雀鞋是不是最强武器？现在它还不是最强，不过很快就是了。等你让它成为最强武器。喂，考不考虑去做职业选手？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不下班。叶秋，二号机死机了，去看一下。苏木秋，五号机送一下可乐，干完就可以下班了。马上，陶老板。我的笔记本，你把它忘在网吧了？啊，看到了，听我。等会儿跑步你自己去吧。对了，把不荣清整天和我说要建战队，叶秋，我们一起去打职业比赛吧。我下班了，吃的在桌上。嗯，认真听课，别迟到。知道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嗯，好，我走了，注意安全。木城又给我买了我最喜欢的薯格啊！臭丫头，越来越偏心眼。嗯，好吃。夺冠新闻你还没有看过？打比赛能遇到世界顶级选手，梦都想站到世界电竞的舞台上，摸一摸那座24K 纯金的冠军奖杯。都要凉了。哦。做职业选手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，会被很多事情束缚的。喂，你真的不想摸摸那座冠军奖杯吗？想，但我不能抛头露面，会被家里带回去。既然你想，为什么不敢迈出这一步呢？因为家人就是家人，还是想要他们的认可。认可？哎，也许等我们拿了冠军，他们就会明白电子竞技与打游戏不是一回事。如果能帮到你，我。不是帮我，是为了你自己。叶秋、苏木秋，来一线峡谷帮忙！我开的世界 BOSS 被人抢了。把法不容情的们都叫，把雀鞋也带上。好啊，正好试一试手感。BOSS 来了！涛哥，我还带了个新朋友，气冲云水。嗨，会长好。是这样，颜值浪人奥盘刷新了。我们杀到一半被黄蜂的人给抢了，没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们得报仇啊。野秀，你做队长。好，别看他们人多，也只有负责指挥的驱魔师意识不错。我都快红血了。冲云水，你把负责指挥的驱魔师从团队里撕出，我和秋木苏来解决的。荣清，封锁黄蜂的逃散路线，奥盘会替我们解决掉他们。交给我吧。苍天，配合法布荣解决那些漏网之鱼。我明白。你跟着头哥，各位先清理黄蜂，再击杀 BOSS。行动，冰雪暴走了 ，BOSS 暴走了，得罪了，叶真，雀鞋用的很溜嘛。不愧是一叶知秋，很厉害。认输吧， BOSS 是我们的了。输赢言之过早吧。高手很顽强，再强也得跪。这次我要打开七阶段啊。七阶，这连击120下，你行不行啊？有你为我做的雀鞋，还有你，你说行不行？行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啊，好可惜啊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欠你个斗者意志，下次补给你。BOSS没有解决呢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一叶知秋，全攻阵容。这个人还不错，他切断你和队伍，利用 BOSS 牵制你的队友，还顺带拿你练斗者意志。吕队，不过这只是网游，真正的比赛他赢不了你。
不舍得？他就像我的一部分，不过你们更合适。他也是我的一部分了，一起并肩作战。为了荣耀。哥，走吧，叶秋还在公园等咱们呢。哥，疯丫头干嘛？我要看到哥哥成为冠军。好，哥答应你一定会看到的。每一场比赛我都要去看。那可不能耽误学习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哥给你做了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战神保命。看到我很意外吗？你的游戏玩得怎么样了？我要做职业电竞选手，参加比赛。去比赛打游戏？买两根。一个。篮球足球是体育比赛，电竞也是。为什么电竞在你们看来就只能是游戏呢？你说这些，难道你只想证明这个？职业选手是我的梦。其实是爸妈让我来看看你。要是做了职业选手，爸妈能认同吗？不能。我们就像是风筝，先一直握在爸妈的手里。没错，是风筝。但放风筝的人牵着线，是为了让风筝飞得更稳更高。哎，那就做你想做的。有我在家，你要是怕被看见。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要你管，那我走了。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啊？谁厉害谁就是哥哥。你不厉害啊？我不厉害吗？我不厉害吗？你是嫌弃你哥哥？就嫌弃你。哎呀，饿了，回家给你们做番茄蛋炒饭吧。哦，好久没吃了。当年要不是输给了你，哪能让你吃上牧城做的饭。当年我可是称霸家世的高手，谁能想到来了个比我还厉害的。哎呦，今天苏木秋遇到对手了。苏木秋，你今天不行啊。苏木秋，你妹妹来了。你是不是饿了？还是吃饱了长点力气再来吧。要不你吃饱了再来。来来来，你也一起吃，省得一会儿你输了找借口。你要是没有地方去，就住我家吧。不太好吧？家里就我和妹妹沐橙两个人，行了呢。不太好吧？在家是网吧上班，老板还在招人，你也可以一起啊。你到底哪里？脱我衣服不太好吧？衣服脏了，不脱怎么洗？哼！吃饭啦！嘿，啊！又做了番茄蛋炒饭。吃爽了吗？写了才能吃啊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荣耀我们也打了两年了。喂，你不是说过可以再打十年吗？只是这样没有目标的玩是打不了十年的。我已经有目标了，你呢？要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目标是冠军。如今国内首届荣耀电竞职业联赛终于来到了，而这里必将成为所有选手实现梦想的舞台。黑人当初我早盘电竞俱乐部希望的生活荣耀项目的新晋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升级成功了，我看看。这应该是目前最强的武器，够你征战职业赛场了吧？建立战队需要注册资金，听说手续很复杂。训练设备、场地和人员，好像不是我。入盟的手续、场地和资金，建战了，保证都是你们只管好好练，剩下的放心交给陶哥。战队成员名单，你们现在有了吗？上次我们在一线峡谷的队伍就打得很干脆，赢得也干脆。峡谷之战叫上他们，果然邀请了，都很乐意参加。咱们的战队叫什么名字啊？名就叫家世。家世？听起来就太直接了。现在叫了吗？帮你吧。终于好了，真的，要保持啊！职业选手啊，努力了这么久，这天总算是要来了。一起向巅峰吧，少年。你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终会站上巅峰的。江畔消息，台风灿红将于清达市民注意出行安全。沐雨成风，你打算玩强宝石啊？好像不成啊。想给他一个大惊喜。这么大的暴雨，我是法不容情，地图炮玩的特别溜的那个。牧师之影，咱们的奶爸。我在门口碰到奶爸的，奶爸为了特别体面的见你们，让我帮他整理湿透的衣服。来了，奶爸。时间花的久一点，是他一个伞上的水点子甩。你们好，我是苍天。哦，你是苍哥，刚才也不开语音，一直以为是人妖号呢。嘿，是大美女，所以不说话。美女当然是要矜持，哪能都像你。大家先休息一下。动。嚯，都在哪儿？我是季冲饮水吴雪峰。叶知秋都到齐了，
我们开始签约，身份证都给我，我去复印。啊，糟糕，错拿生账号卡了。我回家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哎，外边下着暴雨呢。没事，等我。